哦，大家好，我是深圳德龙电器有限公司的商务拓展经理。然后我们这次来展会呢，主要来参加此次展会，主要为了我们公司的几款新研发的咖啡类的产品，比如说这个无线的咖啡磨豆机。然后我们公司主要致力于做高科技的，然后这种比较有设计感的一些专利产品。然后我们公司已经有做20年的海外市场的经验，我们大概有40多个国家的客户。然后这个展会相对来说是非常好的，因为它的辐射面以及顾客都很棒。然后会有一些咖啡的业内人士呢来参加。对于我们海外客户来说，不仅能分享我们的产品，同时也能了解到很多当地咖啡产业以及行业的信息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展会。然后也希望更多的中国展商可以来参加喽。